来，两百块几的东西，两百块，他们花下单了。到时这边两百，谁单了？对了，对了，我你到柜里面睇呀，阿叔，我睇一百块给你了。一定一百，一定吃不了，你看，你来吃不了。两百块的小烧，一百块。我没，你没包。不然我就卖药，先煮汤拢会噻。哎，阿花钱啊，阿叔得不得？几零几零。我要加多两百块啊！你要方便，你也便宜啊！来，我们吃土沙鱿鱼的，刚才没有买到。哎，你看我，我好像听不到老的了，好了，好拜拜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我加钱好了，来黑鸡肉啊，签名叫，我没给你发起来。来，来，刚才的手工虾卷一百个，来手工虾卷一百个，来虾卷一百个，来这边。有好的，谁呀？来，阿爸鸡蛋嘛，来啊！来阿有我你椒麻椒麻鱿鱼不行的。来，要吃海贝，从头开始啊！一人就要300，五个人给螃蟹盘等于吃，五个人给咩 ？Hello， 胡崇伟 ，Hello， 嗨，来200了，300了，来200块来。你们还在看吗？会不会睡着了？来200块，两个加一下呀！来，谢谢。来，五烧鱿鱼来。是椒麻口味哦，不会辣，不会辣，不会辣，好吃。哦，咪咪哥他北边有椒麻鱿鱼，好吃。哇，妈，好吃不？你宝贝的，有吗？有吗？不会辣哦，它真的很香哦，很适合配饭。都是啊，贝哥，我你干嘛贝哥？北乡。啊，酱可以配饭哦。椒麻鱿鱼，你们问上，问你隔壁几个得啊？一只或者一只？十几只？你问你得。免做，等下伊家切落一块一块得。真正配饭白饭杀手，我来配配烧酒一只哈。西北海山打切落一只百五，一只600。啊，我教你。对，退冰就好了。我教你300了。你那个把它泡在水里面，啊、大概10分钟就好了。来，300块的进来。来，紫烧鱿鱼，椒麻冰卷。七加了300，人两加了300，不是两加。来，最后两个哦。Hello， 叶明阳 ，Hello。叶明阳，不是，叫结婚照顾不？不啊不啊。哎，对，没有的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你们请帮帮忙。哎，我今天已经做到了没啊？明天我当天要给完了。来，把其他都加，再做不回来，冷半块完，半一下来200块来。来，冷半块来。来，十块，十二块来。十二块冷半不要要。来，吃两杯鱿鱼。来，二十杯鱿鱼啦，吃好爽啦，爽到流鼻血，快啦！谢啦，给你，给你。四桌，四桌，不能超收哦，没有霸气的了，前面要霸气的了。那个没有关系。来，吃两杯。来，吃两杯。来，二十杯喝啊，喝啊。来，吃一样。来，霸一样怎么霸？鱿鱼200块，你卖收钱啊？好，霸一个几两。板价收的，板价收的。板价收嘞。你们在等明天的乌日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在点等明天的乌日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我们要等明天的乌日。来，春节上尾巴，乌日的压力好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快走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来，好。阿卡，够听吗？你？阿卡，我吧。我两包，两包。好，阿能干啥？来，我玩200了。来，这样可以两片青椒，好嘛？青椒能加100块完了，又买200了。来，100块来，我玩。你叫他们真真正正去炸锅，来100块。两盒130，100，来100块，我玩，好嘛？我想想看，乌日上次去是什么时候？我准备不清楚了哈。21号，1月14号。要明天吗？乌日上次去是1月14号，明天是2月12号。哇，一个月。还有够香米皮来300，几厘米的？我会几厘米来300块。我唔敢够吃香米皮哦，水果。几皮拉十好，你要吃几个人给你来300块我。十皮哦，七个人，不是我包，来300。够哇，够个小孩，够点。来多点，来龙华林来300，几厘米的？我会几厘米。这博眼的非常好。来牛二两鸡腿排来，等八号来，多加。哎，来帅哥你来，
穿着底牌啊，等来，帅哥，来来来，我穿着底牌啊，去。呀呀呀呀！第一把剑，这台哦，这台，哈哈，当你下河啊！我揣着一台，你先吃吃，反正我较早来，哈哈哈哈！本来他就是要这个猪排啦。我想说还有很多。他混在牛二两里面一起混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啊！快走哈、哦，明天见啦！明峰你好，明峰你好。来，牛二两鸡腿排等爸过来。明天乌日会很疯狂。有没有吃牛二两鸡腿排的？过完年怎么会很疯狂？可以来等爸过来。疯狂要到接近那个接近清明节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。明天呢还好。来，先给嘴排，给嘴拢起起来，这个 OK 话。来，等爸过，请你哦。有一点。来，爸爸走啊！来，爸爸你。我高鸡，我找鸡来，两两来等爸喽。牛二两鸡腿排都好吃，牛二两鸡腿排，整包早餐店的，早餐店在用。我给你摆拢是袂晓吃哦，来，大哥来，谢谢你，来，最后一位了，牛二两鸡腿排。志文好，说志文，你专心开车，而且没有专心开车，志文，你专心开车，来，让你女儿打字就好了。让你女儿打字就好了。我被别打机了，来修哥。不过你女儿应该在刷她的，在刷她的 Instagram 呐、啊。来修哥，你女儿现在应该在刷她一她的 Instagram。来，别再修哥了，给你来个包完，你两个我加黑给。来，给你修哥我包来三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来。明天乌日场要买的菜单可以先下给我吗？看你要传到我的粉丝团好了。传到我的粉丝团，你有脸书吗？你有脸书吗？你有脸书吗？两位了，来，最后一个，修哥，我爸辛苦了啊！宝贝，你要修哥吗？宝贝，回一个去，你看没修哥来换的。来，我爸爸最后一个了，给我修哥啊，来，最后一个。喝甲，第二场没有奖。你讲小根啊，喝甲。小根喝甲，来两蛋啊，换换，上面加两蛋，不照啊。来，给你过来这边。来，下人三个客人来这样开沙发。可以给他坐下，这边插很长。多少咯？一百零三，这样开两百块完，两百块来，我没有卖两百的虾仁，两块拿钱。来，两百块来给你。三个人给你，一蛋几来？两百块来。来，谢谢大哥，来，最后两位龙虾仁两百，你要最后一位了，你要在这边喘也可以啊，你要在这边喘也可以，我等一下就拍照也可以。来，进来，有人要吃虾仁，能不能拍照吗？拍照，我再整理一下也可以。多买几个都，还是你两个吃，都给开一包啊，一包你两个包包好不好？我给买一包，你两个买好啦，我搁招待三个，不要吃虾仁了，不坐哦，好不好？大哥哥啊。来，去啦！搁一包好了，我准备拿给妹妹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来，龙胆石斑来，一盘就爱卖你八百块，这龙胆包好很多的哦，无变过，等于入住江西住民宿。来，要吃一盘，要一千，要九百、八百，两个人给的。来，吃啊，放一盘六百，有水无？这贵吧？等于住江西住民宿，诶，先多一点的，看好呢。这真正今天现做的呢。来，一人一盘，恁老爸来，我爸过来，两个人给买走。我爸胆石斑，抓咩够你加回啊？来，我爸过来，这样回来。我还讲我存一半呀，回来。最后一盘啊，龙胆石斑包，这麻这边烤，来我爸包，都有了。我爸最后一个人给用三块一包，我爸一人一只，走。你讲加买一盘干咩？咁我都翻咁平，告诉你。我加冇钱啊，加冇。四百，三百。只有你有。五百卖三百。来，卡拉劲辣鸡腿堡上面进来，存两包呢，一包四百块啦，我俾你三包，三包。劲辣鸡腿堡多只啊。这么贵啦，这样一包三百，三百，我话你买其他鸡腿堡吗？你都给一包啊？你拢木泡，我木泡，为什么看你给一包？一包拢给我呀？还烤鸭两包五包，来三杯一包。啊，怀疑的，吃看麦，这么贵啦？啊，今仔要吃爱食，嘿，小块吃啊，但是做胖的来，
我们要吃大鱼干了。